你能不能先教我怎么玩？我刚才的注意力又不在娃娃机上，你就教教我呗。我很少有来这些地方的机会。要尽量让娃娃被抓起来之后不掉下去吗？
还有想要的吗？这堆玩偶你再挑几个带走呗。啊，笑什么？哦，像这种娃娃一般拿回去都是放在床上的吧。既然你觉得它像我，那如果你抱着它睡觉不是会想起我吗？哎，还真是没想到你居然会对我有这种想法。是吗？不管怎样，以后你再看到他就一定会想起我了。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